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2024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战报。我国代表团越战越勇，自由人夫妻档吴宣罚和赖洁敏直落两局战胜了东道主组合程昕和张驰，首闯超级1000赛总决赛。男双飞鹰组合同样是锦上添花，晋级生涯第一个超级1000赛总决赛。法敏组合和对手在比赛打得不相上下，互换领先权。不过两人技高一筹，15-17落后时上演了逆转好戏，以21-18先拔头筹。第二局同样陷入焦灼战，法敏组合最终成功顶住压力，再以21-18锁定胜局。两人将会在明天对阵另外一支东道主强档凤凰组合冯彦哲和黄东萍。男双方面，自由组合吴世飞和诺伊祖汀同样告捷，耗时43分钟，21-14、24-22直落两局，战胜了印尼强档索西布尔还有丹尼尔晋级决赛。最后出场的王耀昕和张钰钰目前处于下风，对战中国的何济婷和任翔宇时也是8-21落后一局。